各位在座嘅咁多位好朋友啊 ，Manhattan Mastercard 呈现嘅 Reimagine Leslie Cheung Concert 三月一号。今次咧佢 Reimagine Leslie Cheung Concert 咧，你哋就打算将系佢复出之后嘅歌系啦。点解有呢个谂法？因为其实呢个构思咧，我系同阿林夕一齐谂嘅。咁即系Leslie 嘅纪念活动咧。關於包括演唱會啊、精選啲專輯咧，其實係復出之前多數係包括。咁我同林夕諗，不如因為復出之後咧，我同林夕同哥哥合作係最多最 close 嘅。咁我哋係咪即係同即係張國榮了解張國榮嘅真實一面，帶俾大家咧，即係作為介紹俾大家咧。咁就即係用呢個角度嚟構思，嚟揾呢班好歌手嚟再演繹唔同嘅角度、新嘅演繹方式。俾大家再欣賞呢啲歌。我都其實我諗同 Kevin 一樣啦。細個嘅時候聽佢都冇乜特別感覺，反而真係做咗歌手之後，覺得聽翻佢啲歌反而好有味道啊。咁啊，亦都覺得佢自己好有自己嘅 character， 係好值得我哋啲後輩學習嘅一個對象咁樣。聽哥哥嘅歌，我揾到一個感覺就係瀟灑，即係最我覺得做 artist 即係瀟灑嗰樣嘢，佢係。我覺得喺香港即係就喺可以話係鼻祖，即係做出呢個感覺。咁所以我應該都好開心咯，可以喺個音樂會裏邊可以唱到呢歌。如果喺哥哥個 live 裏邊咧，我會揀佢喺環球變代後期嘅嗰啲作品，譬如話大熱啦。咁大熱喺我啱十一月嘅音樂會已經唱過啦。我都好中意大熱。係啊，我覺得嗰個係一首好張國榮 icon 嘅歌嚟嘅。咁啊點啊合唱啊！大家都中意大熱，都可以諗下男女都可以噶，大熱。所以其實到後期嘅歌咧，睇到好耐心嘅哥哥咧，覺得哇，原來我哋有咁多嘢係未認識嘅，所以今次呢一個演唱會，我自己好期待，可以有咁嘅榮幸，可以唱一次介紹哥哥呢一啲咁耐心嘅歌俾大家，我覺得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。我同我有個交錯點嘅，好得意嘅，佢1995年去重新翻嚟香港樂壇啦。但我1994年就離開香港樂壇，我記得我哋喺我臨移民之前咧，我喺 Conrad 嗰度住咧，咁我哋啱撞到喺樓下，咁衰到點啊咁啊，咁我話俾你聽我要離開咁，咁但係嗰陣時我覺得佢淨係哇，佢好開心啊，同我以前識佢有一個分別喺度，佢好似想做啲嘢嘅，嗰陣時佢就話啊，我喺度傾緊啊，喺度度緊嗰啲嘢，我諗住出條，咁我離開咗之後咧，咁就係佢一個全新嘅 Leslie， 今次做呢一個咧。演唱會我覺得好有意思，所以一講嘅時候我其實都冇諗過點樣，我第一個時間我就會諗啊，我會覺得我可以去投入呢個演唱會，去 reimagine 翻我離開咗之後嘅佢係點樣咯。我真係好開心嘅，其實一路 follow 翻佢嘅 news 嘅時候，同埋各位歌手嘅大家大家注意，我而家 Kelly 幫我就同大家呼籲一下啦，好唔好啊？係。咁歌迷咧，仲可以透過 www.manhattancard.com 投票嘅，揀選你心目中至愛嘅哥哥嘅歌。咁到時嘅音樂會咧，咁我哋一班歌手咧就會同大家即場演繹，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投票嘅。記得寫我位。咁咧 ，Manhattan Mastercard 客户咧，只需要由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2月8日憑卡簽帳滿800蚊，就有機會贏取2012年3月1日舉行嘅。Manhattan Mastercard 呈現 Reimagine Leslie 張音樂會門票兩張，兼同演出歌手在音樂會當晚，即係我哋去合照喎。咁啊，好抵一件事嘅，立即打呢個22095566啦。如果你未有 Manhattan 信用卡咧，就唔緊要嘅。如果你而家申請呢個 Manhattan Platinum Mastercard 咧，就即刻送你兩張飛嘅。OK， 喺呢度。預祝 Reimagine Leslie Cheung Concert 同埋各位歌手演出成功嚇，熱切期待。Thank you， 三月一號見 ，Thank you。